大家好哈，我是杨弟。前两天帮大哥预定的比格哈，今天来拿狗发货，咱这又到了哈。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工厂，看到了吗哈？这边还有血统的金毛。哎呀，这个应该是红马犬哈，看到没有？暴红色的哈，红的发紫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是边牧，罗威纳。萨摩哈，这个萨摩应该是做过声带了哈。还有德牧、金边、拉布拉多，这边应该都是种公对外借配的哈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后面都是狗哈，然后这边都是大狗哈，看到没有？比格数量是最多的哈，看到没有？美系的比格哈，黄头黑背。看到没有，这边雪纳瑞也很多，后面全是比格。看到没有，上次来给大家看过了啊，比格到处都是，你看这边也是比格，这边还有柯基，后面还有哈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规模很多哈。问这个工厂主人的，现在他家大狗加小大狗加小狗800多条哈。看到没有，这边还有比格，还有比较冷门的狗哈，像细狗，那个看着像莱州红哈，应该不是莱州红。哎呀，这边还有哈，萨摩、博美、比格，哎呀，看到没有，特别特别多哈，这里都是比格哈。哎呀，这边都是陨石边牧哈，看到没有，边牧也很多。咱带大家看一下小狗哈。看哈，到饭点了哈，正在喂哈，看到没有？这边还有比熊、灰泰迪，看到没有？比格，后面也是哈，特别特别多，看到没有？那定的是这一条哈，拿出去再给大家看一下哈。还是前两天定的这一条哈，看到没有，脑袋特别大，嘴也比较宽哈。大哥不放心，让测一下，看到没有，细小冠状犬纹正在走哈，马上就要到头了，一会儿再看结果。特别漂亮哈，卧虎贵阳，看啊，这几个比格发货了哈，卧虎贵阳，明天就到哈，很快，漂亮哈。然后这个是咱发的仓鼠的哈，杰克罗素梗，发货直拍哈，喜欢宠物的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哈。